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电竞选手，拿世界冠军。看到小杨哥如此坚定的信念，大杨哥也被深深的触动。为了帮助弟弟完成他的梦想，大杨哥决定亲自为弟弟顺一些电脑装备送来。谁知看到最后，小杨哥却再也绷不住了。Love is over， 也很棒。我的妈呀，兄弟！你别看他小啊。谢谢啊。哇，这个音效非常好。这个你别看他小啊，你可以支持两个串联。啊，真可爱，兄弟们。对，这真可爱。29.9，来上车。哪个？来，全部放这。还能搞吗？全部放进来。哎，全放。哎。直跳，哇，挺重啊！谢谢兄弟们啊！哇！当端庄优雅的大杨嫂与大杨哥疯狂秀恩爱时，有仇必报的小杨哥已经谋划好了复仇方案。就在带货大杨嫂同款鲨鱼裤时，小杨哥现场失控，把大杨哥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个鲨鱼裤四个月卖了11亿，一次被子。他今天好就好在哪里？他不仅仅是送这个，还能送你的大腿内侧的肉，因为这个大腿内侧有一个这个什么弹力带，弹力带，他一直到这儿，因为他整个两个腿的对比是非常非常明显。对，我们可以把它拉起来。哥，你已经红了，你拉下来看，你拉下来。对，效果很明显。刚才我听我工作人员说，在北京冬天穿一条，对，基本也就够了。对，我们还加什么对对袜呀？对对袜，就是冬天搭配更好看。对，他这个是腰这么高，他可以直接拉到你腰部，不会脱落。张柏芝代言，张柏芝老师代言的。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接特价，直接上车，兄弟们。Later， 你媳妇儿，你孩子几个月了？哎呀，我孩子，你孩子属什么呢？你看哪一个？哪年哪一个？我出生。你这是搞什么呢？搞你呢！谈过几次恋爱？我呀，我很专一的，你看能看得出来。我现在还谈啥恋爱？都马上不是，就是前女友什么这种有几个？那不能说，今天晚上回家很想好好过日子呢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这个夫人管，现在回家女儿管。和三只羊 CEO 聊天，就像和一台计算机对话一样，无论是搞笑的还是专业的问题，他都能对答如流，毫无破绽，并且相当专业。女儿多大了来着？我女儿初二了。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朱老师这个教育孩子这些经验。然后我儿子，我有时候问他，你想不想小妹喜欢点上学？他说不喜欢。很正常的反应回答，因为他本来在一个很放松的环境里面，你把他那么小，然后放在一个地方了，对吧？说不定你过两天再问他，你说想不想上学？他在学校里面发现了一些新鲜的事物啊，他就会说想去上学了。有一次啊，下雪天了，他迷迷糊起来了，他跟我妈睡的，奶奶我起不来，不上了。然后我妈就比较心疼，就不想让他上了。然后我爸说，你如果这一次不让他上，下次你看他就接着上干。这是老师，孩子是吧？非常聪明。然后一到周六，周天六点就起来了。哎，这好像是你这么一说，其实共情很好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孩子其实都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孩子非常聪明？他会观察家长的一言一行、一些动作，细微地方都能品察出来。给小伙伴，什么时候能加盟？什么时候能加盟？老多？什么加盟？对，他们一直在问我，我也不太行。但我小杨，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想法啊。这个我觉得我们有探讨过。小杨甄选，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走到线下去做一些，我们肯定不会用这种加盟的方法，说开个店，我们收他多少加盟费。然后必须要从这里进多少钱的一个货，对吧？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干的，不会这么干的，行吗？我们肯定是做增量的内容。我们讲的是帮助这个四万人年收入增长5万块钱。本来可能他有一点事情做，但是他有空闲的时间，如果再把空闲的时间再利用起来，增加一些收入，这个事情其实就值得去做了。张总，你看啊，我们这个开心果有几个特点呢？当他们做的时候，可能你时间比较忙，还没向你太多汇报，我是全程看着的。我们开心果颗粒很大的。好多开心果开不开，开口率没那么高。我觉得你如果是我们这个价格，像这样子颗粒的饱满度，色泽不漂白，这个重量，这个开口率 1.7斤，然后你还是看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在里面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认，对吧？如果同等的情况下，咱只是凭我个人的观点，甚至还有一些是立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管你们上什么东西，反正我都说它贵。也有这种情况，小杨总有没有？我太多了，是不是有这种？这个你又感慨了是吧？我的妈，这个感慨太大了。
以前真的说实话啊，这个舍不得买，只有过年舍不得啊。平时的时候一般不会去买这样一个产品啊，过年的时候基本上家里面都会备一些。到你家里面去，直接说，哎，这个拉丁开心果，觉得这档次就上来了，哦、对吧？对，似乎是这样子啊。现在呢，整个这个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。小杨甄选的开心果啊，两罐，每罐是425克。像我们这种罐装开心果，大家就要注意它的一个配料表了。配料表上面只有开心果跟食用盐，没有食品添加剂。加上这一篇这几个开心果是不是特别的白？是不是可能加了荧光自埋剂？我们是原色的一个果香，兄弟们，本色的一个原果，不漂白，不添加我们的一个荧光自埋剂，自然果香，吃起来的口感香酥脆啊、哦！我们的开心果、嗯，加州进口过来的，自然树熟的，到手一罐是425克，两罐到手一斤七两，一斤七两，99来100接。你们让我在这里跪下都行，但是我不会穿粉色，我王泽就饿死，死外面从跳下，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。啊！我这样啊，我受不了你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粉色的，它就是那种樱花粉，那种青色渐变的感觉，质感的梅花夹。你看一下回弹性，裤子有肉肉的、啊，肩膀比较宽的、啊、都可以穿。这蓝色好看啊，蓝色就比较显得比较阳光。兄弟啊，这个品质真的是嘎嘎的，好吧，是个潮牌。对，全部是高密织的，12针线的，然后整个这个都做领口双高边。就是我今天穿这个衣服的时候，我今天来的时候，你看到我就穿这个衣服，在七老板这边也穿这衣服，他们会说你这是哪个大牌？我们不敢言他们吗？但是不易掉的，兄弟啊，不易掉的。我们现在破是多少钱呢？是99.9啊！你看师傅还是叠穿，你们可以学师傅的穿搭。叠穿，里面那个T露出来，戴个这种毛线帽，这稍微就是有点潮一点。你非让我穿粉色干啥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是个男人，你让我穿粉色。哇！抬头，我抬头啊！我天啊！我受不了你，我想吐！哎呀妈呀！我是谁呀、啊？滚叽叽叽叽叽叽的电一个细节看出小杨哥对小黄的良苦用心。小黄第一次在新直播间露脸，肉眼可见的紧张与不安。细心的小杨哥观察到这个情况后，便特意给小黄更多的露脸机会。而就在小杨哥介绍产品时，在场众人的一个举动更是让小黄差点哭了出来。我以前卖光腿天气，我不敢说光腿天气，我说的是光腿不画好，不能说光腿天气。为什么吗？因为没有授权。这个今天是真正的光腿神器，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第一次的光腿。采用的是意大利进口的小圆机，是吗？720层，我看到三层，只有三层的啊，一层丝袜，一层这个液态莱卡，再加一层这个什么？这一层是软绒，软绒三层，真的非常逼真，是的，而且不假白。这样来给你们看啊，粉面膜69卖了10万单，今天也是在我们直播间报价，薄绒的49.9，厚绒的59.9，上车就好啊。然后谁先转身走掉？我们说好了不见面，给彼此一些空间。过年我们要干嘛？好嘞，吃火锅，吃红烧，吃瓜，今天唱歌。这个真叫是家人分享款，今年过年家人来多少人呢？给我存卡包的啊，大包的，大包的，一包。三包，你们三个人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深